好来，来我们看一下题目哈。以下两则是晚清啊茶、糖、樟脑三项产业的资料，回答问题。甲贸易税收哈、啊、成为晚清台湾主要财政收入之一，而出口值的增减哈、啊、为贸易额增减的主要关键，就出口越大，你贸易额就越高，是废话。那比较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九五年间啊。 台湾南北对外贸易额可知，一八八零年以前，南部的贸易额多于北部。啊，一八七一年以前，哈是北部的两倍。啊，一八八零年以后，北部就超越南部。啊，一八八五年到八啊一八九五年，北部贸易额反而超越南部两倍。啊，反正就是北部越越反正就对。好，以刘铭传为了筹措建省经费，加刻百货离金。 好，厘金就是抽税，好，抽税，你有点像，呃呃呃呃呃，比方说你卖你卖你这个东西卖出去，我要政府要额外给你抽抽一个盈利盈利事业所得税，类似这种概念。好，那并进行土地清账来征税。糖咳咳因为市场竞争而产生，而是和和生产成本比较高。好，为什么？啊，你卖出的糖是不是就要扣一个税？ 然后呢，你再来是什么东西？你糖是怎么来？是甘蔗，甘蔗是不是还要种植？种植是,不是还多一份土地税。好，然后呢，获利不及茶跟樟脑，糖原本没有克离金，而后来北部的茶、樟以克离金，樟脑不需克土地税。好，那茶园又多在山地，而土地税较产产糖的平地为轻。白话文是什么东西？因为流民船收的土地税。 是农田，农田是不是都在平地？你懂我意思吧？那茶种在丘陵，然后樟脑在山区，那根本就不在刘明传清查土地、好、哦、课税的范围内。而以前来说的话，糖呢没有你，你可以，你土地没有清查之前，你这个地方到底是种稻米或种甘蔗，没人知道了。那现在刘明传重新丈量土地、清查户口之后，发现怎么样？哎呦，这边是这个地方这个种甘蔗是有人的，而、哦、是你家的，是不是来课税？ 本来就缴土地税嘛，在你甘蔗制成蔗糖之后，我你获利，我要再刻一个怎么样？盈利事业所得税，好，就是你又获你赚钱，我要再抽趴，好，所以呢，糖呢的怎么样？获利相对比较薄，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，因为它税金比较重。而茶跟樟脑，原因是因为它少刻了一个什么土地啊土地税，所以呢，茶茶樟获利比较高，好。 那你来看哦，刘明传因为增加对哪项呃哪项产业呃征税，对哪项产业大打击比较大啊？就是糖嘛，哎，就糖啊？为什么？因为糖要多克土地税，还有百货厘金，多多克这个。好，那不是多克这个啦，是他克了这个，然后呢？ 茶章也刻这个，但它比茶章多土地税，是因为甘蔗种在平原上。好，就两项资料而言，台湾经济中心呈现什么什么现象？好，北移啊，经济中心开始怎么样？北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們来看一下答案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题是对的。来糖，那糖耕种的平耕种的平地因为侵占而征税比其他产业多，对不对？糖原本没刻离金，后来又刻离金，成本增加，哎、欸，是不是跟我写的是一样？ 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题的答案。